क्या ले रहा है लोलो बा抱歉了，顺着这个龙虾的眼睛剪掉三分之一，取出里边的虾囊，虾囊比较脏，看这个虾囊，在尾巴的中间关节左右一拧，抽出虾线，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飞，大家五二零快乐，今天带着俩宝来我妈家过节来了。反正大勇也不在家，主要是我妈昨天晚上给我打电话说家里有龙虾，今天我就马不停蹄的赶过来了。这三斤小龙虾我爸爸是在河里抓的，个头有大有小，不像卖的那么均匀。前两天有一个粉丝小伙伴给小飞留言说他那里的龙虾9.9元一斤，让小飞抓紧出个教程。今天蒜蓉小龙虾来了，抓紧去买吧，别涨价了。看着野生龙虾里边的黄好多呀，把龙虾冲洗一下，三斤小龙虾，石头蒜，把蒜末洗一下，炸的时候不容易炸糊。加葱姜，炸出料香味，炸干捞出不要。香辣椒段，把蒜蓉炒香。小龙虾。加啤酒，调入生抽，来点胡椒粉去腥，十三香香味，调入食盐，一把白糖提鲜，然后加盖焖15分钟，大火收一下汤汁就可以开吃啦。出锅喽，哇，太香了，小葱花。蒜香味很浓啊，花肉，手肉的声音，吃个炸的东西，哎呀，快快点。这龙虾不管是做十三香小龙虾，还有蒜蓉小龙虾，还有麻辣小龙虾都好吃。这龙虾太费蒜了，里边。吃龙虾呀？好吧。哎呦，看这个龙虾这么大，爸。嗯，吃吧。这是要黄。